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来看到新竹县学子参加全国学生舞蹈比赛，勇夺六个特优。其中博爱国小庄成杰苦练后手翻动作，跳出古典舞的李玉美，连续两年拿下全国特优第一，今年还获颁最佳舞技奖。辛苦汗水化作光荣掌声。新竹县五所国中小高中参加全国学生舞蹈比赛，勇夺六个特优。县长杨文科颁奖表扬：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舞蹈比赛也是大放异彩，特别是在团体组方面，有竹北高中以及松林国小跟光明国小得到特优第一名。那其中在博爱国小，我们的庄成杰同学他也得到特优第一名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包含竹北高中民俗舞、松林和光明国小现代舞三校都在团体项目拿特优。个人表现优异的六家国中陈柏宇现代舞特优第六，竹北高中张君雅民俗舞特优第二名，博爱国小庄成杰幼儿园开始学跳舞，苦练后手翻动作，今年获颁最佳舞技奖，更是第二次拿下全国古典舞特优第一。我这次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后手翻，然后克服就是每天都来舞蹈教室练习，然后就会慢慢的克服了。我们这次跳的这首是蒙古舞萨乌尔等，我们班总共十二位，我觉得我们班有很强的团结心跟向心力。因为团体舞跟个人赛不一样，就是它不是看你一个人跳的有多好多棒，而是看你这整个舞台的效果，所以我们班十二个人，十二个人就像是一支舞一样跳舞，展现自我，团体赛考验默契，每个亮相动作都到位，舞步精准完美，赢得全国最高荣誉。学子们舞出精彩，也为县争光。